辣仔妹来了，哇，回声大哥姐。回过一圈，知道没？这个单位不太欢迎小机会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宴不用回，八二年的拉菲生牛肉配上松露，你笑我是俗，我也不要丰富。一条龙的站台煎个明火豆腐，从青州街口一路玩到中正通路，年轻人的消费都往口袋塞。黄总太嗨，谁还蹲在角落讲电话应付财财，最好早点回家，这条狗太乖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拉财妹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会的跟以上哦。拉财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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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呗，拉财妹，拉财妹，摇呗，拉财妹，拉财妹，八卦靠你。Yo! Don't worry, Kylie.